11月7日晚，宋茜出席时尚派对活动，和陈伟霆在台上即兴尬舞，两人牵手绕圈圈，扭腰摆臀加上深蹲 pose 更是了翻全场。两人的热舞一下点燃了现场的气氛，一下子沸腾了起来。街舞的动作真的是帅气又可爱，两个人身穿情侣装牵手热舞，陈伟霆全程在聊宋茜，简直是甜蜜的不行。两家粉丝都为自己偶像疯狂打 call， 宋茜太撩人了，为舞蹈茜爆灯，为老公陈伟霆爆灯。没了，算了。